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呢，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国务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在地上、在地底下、沧海里、在天地间，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Thank you.